我抽烟不能开摄像头啊。这把还是做幽梦吧，哎，这把星石也可以，幽梦吧，幽梦吧，这把对面挺脆的，可以幽梦，隐杀。这龙女在黑暗收割前期很弱的，咱们蹲一下吧，她可能会速四啊。打闪就行了，把野怪收了。这把对面两龙啊，龙族 buff 叠满了。我看我能不能再反他一组野。船长这血量应该越不了，可以尝试一下。我不太清楚船长有没有交闪，我们直接闪现过墙。我感觉我还是来晚了一波，再来早一下，早个0.5秒吧，这波能救下来。我是想救你的，这我没办法呀，我也是为了救你啊。咱们不要跟他说了，他这个英雄我玩的肯定比他玩的厉害呀，我这个东西上单贼猛，他一级 Q 的话就能挥50点血呀，船长还给他上野燃减半了，他活不了的，只能是用伤害去把船长赶紧杀掉。 AQW 正好照一下，我们先回波家吧，先避一下吧。哎，我这个蛤蟆好像没了，他偷我两组野怪，往上走吧，下路也没啥机会，下路只能越塔，越不了满血，往上面走吧，就是打野怪，然后可以抓船长。先抓船长，船长没闪。然后我们直接进这个龙女野区，这波龙王不会来支援吧？一星的5秒 CD， 这龙女整不好会搁这刷野呢。先看看三郎在不在，那先吃蛤蟆。龙女四级偷龙了，
这我升六了。差一百，差一百，上龙女野区吧，这不逮到能杀。那龙女闪现好了，那闪现刚好。我们不要打这个打草惊蛇啊。不行，我得把这先锋收了，因为这波我们出门上半野区没野怪，我出门肯定是往下面走的。啊，我再去帮一下吧。船长有眼，把龙留住，隐身，平 A 减速孤立 ，W 摸一下，闪现 Q， 然后把这先锋收了吧。收完的话，我们出门往下走了，要不然龙女一会儿又得偷先锋的。那个草里有眼啊，这草里有眼，直接打没问题的，龙王应该不敢来。走吧走吧走吧，我们没有位移了，直接原地毙了。幽梦，走走走走走，你别玩这刺激的行吗，兄弟？有点骚啊，这个人。好，我们不买鞋啊。有幽梦的话，移速够用，把这个移速把伤害拉满就行了。直接尽量直接一套秒啊。先把他大招放。来包一下。咋的的打和大招啊？还杀不掉，先放放下路逼一下，隐身 A Q 异境的拉开，再隐身一刀斩，哇，好肥，600块的 AD 啊，3-0，这么肥的吗？回家把鞋买了吧，
我发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沉迷于默认这件装备啊。这上单也出，中单也出，中单就出就出了，这上单这个狼狗也出，都削成啥样了还出啊？坏了，我这波一死的话，这先锋放是能放，但是吃不了塔皮了，这波必须打赢才能吃到塔皮，吃不到塔皮就放中路吧，撞一下吧。这个出门的话，你脸朝着哪个方向，先锋就会往哪个方向走。我把这红吃了，帮他抓一下。这上单跟个宝宝似的，这是必须得有打野帮的。最起码我还帮你三波呢，你对面龙女一共抓你几次？一共抓你一次，让我还给他弄死了。他有点像那个爱徒了，兄弟们，爱徒玩上单就是，必须得有打野帮他，没有打野帮他就起不来。我说你玩上单要是没有打野你就玩不了的话，那你不要玩上单，因为打野不可能把把照顾你。再照顾他一下吧，沙波船长。这龙王能越吗？应该是越不了。这龙王不傻的。现在投降也看不到是谁发起的了，不是发起投降都看不到是谁了吗？龙女大招没好，把他杀了吧。这波要快，要迅速。不能直接秒就杀不了，要不这个技要帮他的，我们不能交闪，闪现 AQW 伤害会差一丝，然后技把我定住我就跑不了了。那个用户8918这个水友你注意一点啊，你这个一直带主播的节奏，主播因为你没有骂人所以没禁言你，你注意一点啊，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禁言你了，你有点过分了，这个一级号每次带节奏的总是那种一级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这种一级号。可以考虑反打，行，再多换一个公里圆弧，三把长剑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是吧？这龙王挺肥呀，一会儿可能要做个隐魔刀。不好意思，
被发现了。我这是有点难受呢，这波，这波刚好能全杀的。有一个 W 被他花给挡了。现在摄像头怎么这么小？小吗？好像是有点小。哎，我就一圈一圈的绕。哥，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一会儿我可针对你了啊！这龙王喷的不错，不行，来，忍不了，我整个小引魔刀，整个引魔刀干一下。感觉都能大龙了呀，照亮你的美。进场踩加速踩隐身，你往哪儿跑？你走啊！你真走啊！难受的呀，屁呀！我难受呀！我靠，这 W 空了。快去小龙看一下。对，如果削弱之前的话就能杀了，差那一点伤害正好就是削弱的伤害，因为我打了他两个 Q， 一个 Q 削30，两个 Q 60，他刚才剩的血应该是能杀的。好，这个小龙有了，我靠了，兄弟！我靠了，一兄弟，他知道我要跳上去干他，完了，我连死好几次了，我靠！我再死一次我就去死。被传浪鳄鱼判到了，他知道我要干他。没事，这把输了我背锅，输不了的啊，放心吧。
直播试一下。他交狂风之力了，没事，我们进草踩加速。黑虎掏心，照亮你的美。ADC 没狂风没闪，我操，你给我滚啊！隐身反跑，隐身再反跑，这龙女马上有大了。龙女有大了，孤立平 A， 好，回家回家，终于可以把我的暗爪掏出来了。这把猿狐作用没打出来，不过对面这龙玩的确实不错呀，兄弟们，这龙玩的熟练度挺高的。黑丝玫瑰果然卧虎藏龙。压起身，印魔刀跟你拼伤害，又剩一丝血，我日你哥！我真的感觉这个削弱是挺大的，兄弟们。总是被因为削弱少一点伤害，已经两次了，因为这个削弱呀，每次都是这个龙王，还是关键人物。我们家有一个偷塔的，币吧，差30块钱。引魔刀，那个叫阿翔的尾啊，这位水友，你注意一下。你老是带节奏，而且你老带其他主播的节奏，你注意一下，兄弟。要是再让我发现的话，我给你禁言了。我提醒你了，你要还是带节奏，我就禁言360天了啊！我可就不是按照这个禁言管理条例了。小龙集合，能反杀，一定要走到侧边，他一定会往草里边扔技能。阿伟说是单走一个六，禁言了，跟你说了，你不要再聊着我。360天，单走一个六，只要你说话，我就算你聊着我。360天，你六什么六？你六个脑瓜子六？天天低了个大脑袋就来看直播了，还单走一个六，
哇，这小龙干嘛？这小龙干嘛？这什么什么情况啊？这小龙没见过呀！哇，这小龙是什么情况？我没见过这样的情况啊！头一回见到啊！这小龙有点溜。没事儿，兄弟们，你们咋走溜都没事儿。那阿伟，他是顶风上。我跟你说了，我说你消停一会儿，消停一会儿。他搁那单走一个溜。其实他单走一个溜吧，已经是什么有点怂了。说实话，他已经有点怂了，他不敢再去说些别的东西了。但是在我这儿，你只要跟我说一句话，我马上就给你禁言。阿伟，你听到了吗？阿伟，我干的就是你。那当主播这点权利还没有吗？我真就说看你不顺眼，我就不想让你看我直播，我就给你踢出去。这点权利我还是有的，别的我不敢欺负你，阿伟我还是敢欺负的。那干的就是你阿伟。我知道你现在直播间还在看着我，只不过你发不了弹幕了。你咬牙切齿，给你大腮帮子气的堵堵的，像那个。那个就是什么鱼了，那个毒一下子直鼓起来，那个先气死你。我知道你明天上班也上不好，明天上班你就寻思这昨天我又被禁言了，又闹心了，我影响你的工作。你要上学的话我就影响你。哇，真的恶心，这船长伤害怎么这么高，比我惩戒都高，1000多伤害啊，我好烦啊。这把对面这船长打的可属实不赖，属实是不赖呀、啊！哎呦我的妈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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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我干了他们来！他俩这血量，说实话能打大龙，那他俩能打，也不好说啊。哎，好，龙女死了，龙王打不了了。龙王没有抓大天使盾的，他没有的。但是那俩人打大龙，但凡是满血，打大龙贼快，这俩龙。我整个塞瑞尔达吧，又把鞋子卖了。这把对面龙王玩的属实不错，我怎么感觉这龙王像个小带啊？他操作真挺好，这龙王。你看船长他伤害也高，但是船长那操作一看就不是小带，但龙王这个操作一看就有点像小带，成熟，他打的特别成熟，你知道吧？就是。小带是什么？不是说拼伤害高，他伤害都一样高，但是打法成熟，失误少。那你可能会说了，这对面的龙王也死八次了，那我也是小带，我还死七次了呢。因为对面压力给到了，所以我死七次了。我们这边也是压力给到龙王了，所以他死八次也不奇怪。打完这把我们看一看，哎，这波可以大龙了，来集合，大龙集合。先把眼排了，这不看野区能不能抓个单啥的，来人做眼啥的，直接给他杀掉，把这船长先给他杀了，直接打吧，龙王还在下面呢，但龙王这波可能有踢，我们打龙速度挺快的，可以试一下，他们不敢进来。要我说 ADC 直接放大吧， ADC 直接放大招吧，咱们赶紧把这龙赶紧秒了，放个大吧，求求你了哥们儿，放个大吧，你是到死不放大，老铁，你敢放大招我直接去踹你 AWQ， 直接把你秒掉，然后假装走，然后再回来先打龙王。孤立再 EQ 大招隐身，W 摸一下，闪现 AQ， 再 EQ 隐身一刀斩，
W 加起身加 Q 回血，这我尽力了，少个男刀。哇靠，感觉引魔刀都不够，这龙王还得再出一个，还得再出点东西，这龙王可绝非等闲呢。还有什么魔抗的装备吗？能，我们能买的也就是密银黎明了，解控，但是也没啥控啊，他们家没啥控啊。买自然之力吧，自然之力吧，真没啥控，你整那个没必要，出那个东西，直接自然之力。自然之力肯定很克龙王的。怨恨锁链呢、啊？怨恨锁链也是个不错的装备，给套狗链来，套狗链好交好装备来，套狗链。套狗链比自然之力强，真的真比自然之力强。哎，套狗链了。现在中路打团，先把他后排什么全给他切了，先杀人吧。隐身，先把 AD 杀了 ，EW 群体减速，完了，我要被秒了，完了完了，要被一波了，要被一波了，直接闪现秒我了，这船长，2300的伤害，没有兵线。跳兵线来了，他们一波了，完了完了完，一波了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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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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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，这把我背锅吧，啥也不用说了，这把游戏我没赢，我背锅，我操了，两连败，哎，有机会有机会，先别点了，还有点操作空间，有点操作空间 ，ADC 出来放个大 ，ADC 出来放个大，出来放个大。妈的，这 ADC 怎么0-11啊？你怎么？